最喜欢撸猫的是哪个国家？机器猫、Kitty 猫、招财猫。对啦，日本绝对是最爱猫的国家。他们居然从1987年开始为喵星人设立了专门的节日，每年的2月22日就是日本的猫之日哦。小朋友到日本旅游的话，还能看到很多寺庙里会供奉猫咪啊。